刚刚我们已经做完了哈，现在呢，皈依请师也准备了哈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一起念哈，大德一心念。大德一心念，好，跟着我念。大德一心念，大德一心念。啊，讲自己的名字，我弟子，我弟子。今请大德，今请大德为我做，为我做八戒阿舍离，八戒阿舍离。愿大德，愿大德为我做八戒阿舍离，为我做八戒阿舍离。我依大德故，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八戒。得受清净八戒，持名故，持名故。对，我们的阿舍离就是我们的世尊了哈。来，大德一心念，大德一心念。我弟子，释迦牟尼。今请大德，今请大德，请世尊为我做，为我做八戒阿舍离，八戒阿舍离。愿大德，愿大德为我做，为我做八戒阿舍离，八戒阿舍离。我依大德故，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八戒，得受清净八戒。好，重点在这里，再读一遍哈。大德一心念，大德一心念。我弟子，我弟子。今请大德，今请大德为我做八戒阿舍离，为我做八戒阿舍离。我依大德故，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八戒，得受清净八戒。大慈悯故，大慈悯故。好，回过来哈，现在最重要的哈，我们礼佛一拜，就礼佛一拜，直接拜就好。这边哈有，因为刚刚你没有顶礼哈啊，就是三说三拜，现在我们就正式三说三拜了哈。好，我们一起呢看着自己的内心哈，我们来发这个愿哈。你只要在家里只要有照片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做。做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呢没有得吃，没有得用，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了第37愿呢。衣食自治，就是说你吃住其实不是担心的，只是你的心没有按照着呢上天佛菩萨的旨意，所以你都是用自己的想法，所以赚不到钱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同时开始发愿了。闺蜜一切佛，闺蜜一切佛。好，手哈，因为你们脚会痛，会脚会痛，但是让它排一下，因为哈在这个髌骨的地方还有十字月板嘛，你不让它排没办法，你就要用你的诚心，对。要不然这个你们平常开刀哈，那个开刀他那个做臂囊才会排，对。啊，所以你们就一定要哈诚心跪着，哎，用一份诚心哈。啊，所以我们就快速的一份心来，闺蜜一切佛，闺蜜一切佛，唯愿一切，唯愿一切，佛菩萨众，佛菩萨众，摄受于我，摄受于我。好，一半。这个你们来讲哦，一半就你们讲。好好好，一半，那个一个要看书。我今闺蜜圣菩提，我今闺蜜圣菩提，最上清净佛法众，最上清净佛法众，我发广大菩提心，我发广大菩提心，至他利益皆成就，至他利益皆成就，忏除一切不善业，忏除一切不善业，随喜无边众福音。学习无边众福音，先当不食一日中，先当不食一日中，就是一天吃一顿就好了，就是六一八法则，一六八法则，其实很多人的生命就是这样改变的哦。后修八种，后修八种，张扬法，张扬法，一拜一拜，你要跟他说，请起。我今归命圣菩提，我今归命圣菩提，最上清净佛法众，最上清净佛法众，我发广大菩提心，我发广大菩提心，至他利益皆成就，至他利益皆成就，忏除一切不善业，忏除一切不善业，随喜无边众福音，随喜无边众福音，先当不食一日中，先当不食一日中，后修八种。后修八张扬法，张扬法，礼佛一拜。啊，这很重要哈！你们越诚心的话，哎，你们里面的一些不好的就会排出来，从脚下哈，从你的膝盖。我今归命圣菩提，我今归命圣菩提，最上清净佛法众，最上清净佛法众，我发广大菩提心，我发广大菩提心，至他利益皆成就，至他利益皆成就，忏除一切不善业，忏除一切不善业，随喜无边众福音，随喜无边众福音，先当不食一日中，先当不食一日中，记得。只要吃日中就是一天就好了哈，就是一餐不吃哈，就是中午吃这一餐，两餐不吃的意思哈。来，后修八种，后修八种，张扬法，张扬法，礼
佛一拜。好，我们要得戒体了哈。观想一下你的身体太阳光从头部照射下来，全身遍及，所有的毒素都排出来了哈。好，我地址，对，唯愿阿舍离，我们这边的阿舍离就改世尊了哈，摄受于我，我从今始，发尽信心，乃至做菩提场，成等正觉，皈依佛，两足尊，皈依法，离欲尊，皈依身，调伏圣尊，如是三宝，是所归去。好，一顶礼哈，礼佛一拜。观想哦，要观想，观想大地震动，然后所有的彩云飞到你的头顶上，然后灌到自己的身中。好，请起。那个平城哈，对，佛张佛光加你了，帮助你了哈，所以你看，你看血液奔腾出来了。你刚刚我说的那个血液已经跑出来了，要赶快诚心，哎，要诚心哈，对，好好把握好了。我地址。我地址唯愿阿舍离，唯愿阿舍离，是真的哈。摄受于我，摄受于我，我从今始，我从今始发尽信心，发尽信心，乃至做菩提场，乃至做菩提场，成等正觉，成等正觉，归佛，归佛，主尊，归依法，归依法，离欲尊，离尊，是归于身，是归于身。福圣尊，如是三宝，是所归去，是佛一拜。好，在观想大地震动，然后这个大地震动就像那个岩浆一样，冉冉升起的这样子的那个彩云，这个彩云就在我们的头上，像一个伞，大伞一样，然后灌入我们的身中，全身发满放光。好，请起。我地址，愿智的名字，唯愿阿舍离，唯愿阿舍离，就是世尊了哈，摄受于我，摄受于我，我从今始，我从今始发尽信心，发尽信心，乃至做菩提场，乃至做菩提场，成等正觉，成等正觉，皈依佛，皈依佛，两足尊，两足尊，皈依法，皈依法。离欲尊，皈依身，调伏圣尊，如是三宝，是所归去。佛一拜，先纳受光体哦，感受大地开始震动，然后大地缓缓升起七色的彩云，降临在我们的头顶上，还有十方法界众生的头顶上，然后这样子的彩云跟白光，全是佛光加入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请起，细胞都完全佛化，哎，好，我们现在进入到八戒哈，我地址，净信优婆塞优婆夷，净信优婆塞优婆夷，好，男众就优婆塞，女众是优婆夷哈，唯愿阿舍离，唯愿阿舍离，我们的阿舍离是世尊哦哈，我们佛是很特别哈，我们的心灵导师就是世尊。我们的住持就是阿弥陀佛哈，我们的当家就是观世音菩萨哈，就是大势至菩萨。一持护念，我从今日今时，发起静心，乃至过世夜分，即明旦，日出初始，啊，就是明天，你们明天白天。看得到手相就有点天亮了，就可以吃东西了哈。对，好，以其中间，奉持八戒，一不杀生，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非饭食，四不妄语，五不饮酒，六不非食食，七不香花，慢庄严，其身，及歌舞，戏等，八
八，不坐卧高，不坐卧高，广，广，大床，大床，我今舍离，我今舍离，如是等事，如是等事，誓愿，誓愿，不舍，不舍，清净，清净，境界，境界，八种功德，八种功德，礼佛一拜，感恩的心哦。好，我们刚刚的哈不非犯恨犯行哈，对，这个代表呢，我们希望说，第一个你就不要杀生，杀生就是说什么叫杀生，就是说你顶嘴也是哦哈，顶嘴，甚至你的舌头犯的错，让两边呢、啊、后来自杀了，这个都是杀生哦，所以杀生不是只有杀动物而已哈，是我们的意念很可怕哈，再来不偷盗。只要这个东西不是你的，你只要移位，你的居心叵测哦，所以这个都很细的。起心动念这样就不行啊，起心动念这样都不行。对，因为你修得越好的人哈、哦，这个东西就马上掉下来。而且呢，你只要不小心哦，人死的只会跟头发掉下去，好像打了一样。所以你平常心都是这么正心的话，你就可以真正的如如不动，因为你们的心啊，眼贼、偷贼、鼻贼、舌贼就回来了啊、哦。好，不非犯恨，就是说夫妻以外的不要再行了，行那个淫欲的话，你做一次要了1750万，但是现在更多了哈，所以你们要诚心忏悔啊，一定要忏悔到这个脚哈，让它排出来，很辛苦没有错，但是他是在帮你们按摩，因为比你们去开刀流血好，流汗比流血好，甚至呢你在受苦不如像这一刻真正的诚心忏悔哈，所以要记得不能够邪淫，男女结的婚没有结婚的也是哈，都不可以糊涂哦哈，这个你一旦了了钱都没有办法的。再来不妄语，就是说不去说时间不对的人不对事不对，都是妄语哦哈，这些都要特别注意。那你现在上网都可以看到这个八戒是什么，你看了你就很清楚哈。再来不饮酒，酒呢记得会呢断手断脚，还有你看那个基督教那个立刻，你看他就是生下来就是一坨，没有手没有脚，对，他就坐着，就你看你抱着他就像把娃娃这样子抱着坐啊，但是他父母亲呢又是牧师神父也是教授哈，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因为酒的关系啊，酒他甚至呢投胎完之后还会再当狗啊，所以很苦的啊，要先在地狱，像你昨天看那个地狱哦，完之后才能再受畜生界啊，再又到鬼道来啊，没有那么种没有简单的啦，所以酒是遮罪啊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它是发酵物的东西啊，但是因为我们人本身都是在一个糊涂当中，所以会造成这些问题哦、啊、哈。好，不非时时，就是说过午，我们有一个时刻表，你过了那个时间就不要吃了啊。吃了之后，就像你自己的祖先一样，他呢其实他很苦哦，都是鬼道众生。只要中午过后那一刻，就是鬼道在吃了，在黄昏三点过后，就是畜生在吃了。啊，到晚上的时候也是，所以为什么天人的时间只有晚上，不，早上三点过后的时候啊，那是天人的时间。我们出家人时候只有呢午时这一刻午供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很多仙佛，而且呢心都非常非常之仁慈啊，所以就只有午供，我们就吃这么一餐啊。但是你身体像现在的细菌啦、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其实你每天吃一餐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。针对第一个酮体就出来了，第二个就是你的血液，尤其是内皮细胞就开展出来了，让真正的呢不正常的正身就代谢出来了，就是这么好用啊。所以一定要学会，要有智慧啊，不是呢你的生命交给别人啊，再来让你受苦受难。好，第七就是我们不涂香花，像你们平常哈、啊，我们在拜佛的时候，你们洗那个头发、啊，那里面呢、啊、是非常多的那一种，因为皂苷剂里面有一些化学的，所以它的结构性当中呢 ，H2O 都已经变质的，所以你们常闻啊鼻子，所以你们会有这个代谢不良，所以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癌细胞，它就是透过悬浮粒子溶酶在身体里面，让细胞里面就会有这些化学了。所以为什么佛这么慈悲不让你涂香水，因为香水在埃及呢你要烧到很顶尖的，像以前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玫瑰这样子，一小就15000块，是要自己去萃取的，而且是美金哦，很贵的，那是从精油提炼的，你们一般这个都是化学的。你看像你们头发洗的这些、啊，这些东西你眼睛在模糊的时候再洗很容易呢，你的视网膜神经呢它会常常形成你的压力之后它就剥离了、啊、所以我们不涂香花，还有这些不去看，因为你看脱的 A 片或者是这些影片啊，你的心呢没有办法专注睡觉了，所以你晚上没有办法进入快速动眼动眠期啊，所以会比较辛苦。再来呢，我们睡觉我们大概
我们的高度呢，就像你们现在在我们这边睡的那个高床，你不能太高，因为你高的时候，你的那个大脑的意识从百会就流下来，所以你的会阴穴里面就有大威陀罗尼经里面说的虫，蠕虫，它是一种蠕虫，好，一种蠕虫，它就会你在男女做那种事情的时候，它就会旁边吃，它的牙齿什么都很多，而且长得密密麻麻，所以呢，你看那一些歌剧，还有你睡的床啊，像席梦思，你睡了之后，你的大脑身体就开始，它不是放松，它是会让你产生那种淫乱。所以，我们大脑意识里面，我有一种梦中意识、独头意识，还有呢明了意识，还有定中意识，这个都是梦中梦啊。所以我尽要舍离的啊。所以我们再继续呢，哈，第二个，一不杀生。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二不偷盗，三不非犯恨，三不非犯恨，四不妄语，四不妄语，五不饮酒，五不饮酒，六不非食食，七不香花蔓，庄严其身，庄严其身，及歌舞戏等，及歌舞戏等，八不坐卧，八不坐卧，高广大床。我今舍离，我今舍离，如是等事，如是等事，誓愿不舍，誓愿不舍，清净，清净，戒，戒，八种功德，八种功德，礼佛一拜。对，永远要记得哈，因为你们持此这个，对，越感恩你就会得到了哈，你内在里面它就一直排掉，而且师父讲的越慢啊，让你们身体里面让它越贵啊，诚心去忏悔出来哈。好，最后了哈，一不杀生，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二不偷盗，三不非犯恨，三不非犯恨，四不妄语，四不妄语，五不饮酒，五不饮酒，六不非食食，六不非食食，七不香花蔓。庄严，其身，及歌舞，戏等，八，不坐卧，高，广，大床。我今舍离，如是等事，誓愿，不舍清净，戒，八种功德。好，这就是你们要守的八戒。好，最后我们要回向给你们的背后的祖先，回向给十方法界众生了哈。好，我们随着师父的口号，我们感恩师父，只是代表一个小小的一个初心，我们是透过皈依三宝的心哦哈。我们同声开口，我持戒行，我持戒行，庄严其心，庄严其心，令心喜悦，令心喜悦，广修一切，广修一切，相应圣行，相应圣行，求成佛国，求成佛国，究竟圆满，究竟圆满，礼佛一拜。以上呢那个八条就是希望你们回去做到哈，其实你们今天有听到，而且你们今天就在这边，所以你们一定会做到的，所以就会很如法的让你们拥有六十万世哦哈，这个是很棒的。一般呢真正的你了解到自己在受苦受难，尤其是在地狱受苦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帮得上你了。还有呢你念一句佛号赚81功的都来直接哦，在你的深层的潜意识就跳出来帮你的了，你看，所以这么好，一定要以恭敬的心哦，要不然呢这一些的佛光你是无法人家可以帮你的。好，我们将这个八戒圆满在你们的身上的戒体了哈，回去你们都随时身体不舒服，你就可以，当你在这边会比较快，你在家里真的有时候很难，因为你们的墙壁的记忆体都是痛苦的啊，都是一些不是非常的清净。好，我们今日就要整个圆满了哈，我发无二，我发无二，最上心，最上心，为诸众生，为诸众生，不勤己，不勤己，受菩提行，受菩提行，善所行，善所行，成佛世间，成佛世间，广利益，广利益，愿我趁世，愿我趁世，善业故，善业故，此世不久，此世不久，成正觉，成正觉，说法饶益，说法饶益，与世间，与世间，解脱众生，解脱众生，山有苦，山有苦，越诚心越好哈，因为你今天，因为你们今天在这边，师父就马上做得到，让你们有六十万世的好的这么得，有得吃有得用的功德，都要谢谢佛哈。我发无二，
最上心，最上心，为诸众生，为诸众生，不勤有，不勤有，圣菩提行，圣菩提行，善舍行，善舍行，成佛世间，成佛世间，广利益，广利益，愿我正事，愿我正事，善业故，善业故，此事不久，此事不久，成正觉，成正觉，说法饶益，说法饶益，与世间，与世间，解脱众生，解脱众生，身有苦，身有苦，礼佛一拜。请起。越以惭愧感恩的心，过去无知无明，今日我们遇到了，要好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要以大悲心，我发无二，我发无二，最上心，最上心，为诸众生，为诸众生，不请由，不请由，圣菩提行，圣菩提行，善所行，善所行，成佛世间，成佛世间，广利益，广利益，愿我正事，愿我正事，善业故，善业故，此事不久，此事不久，成正觉，成正觉，说法饶益，说法饶益，与世间，与世间，解脱众生，解脱众生，身有苦，身有苦，礼佛一拜。感恩我们今日呢，也透过魏家哈，所有的祖先为了正法久住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完全回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以功德殊胜，以回向给十方法界众生，今日在此八关斋戒，并持着佛光加持，这是来自于我们透过在圣曼夫人以及韦提希夫人，甚至我们大爱道比丘尼，让我们此生与众能够在此以殊胜的因缘，让大众能够学习何谓八关斋戒，这都是佛的慈悲，佛的开恩，其恩典能够今日就这么轻轻松松得到600,000世的这一份的福德因缘了，我们感恩佛，我们最后以心始最感恩的心哦，在此我们十念放光，回光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西方不在远处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以感恩的心，我们无声开口放光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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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殊胜圆满，八圣八斋八关斋戒一切平安，阿弥陀佛，感恩师父这么。